你这个能力再强的人，你离开了组织一无所有的。为什么给孙悟空戴上紧箍咒？他能力强。对了，给能力强的人要上规矩。他能力太强了，因为根本离开我们活得很好，咱离开他不行啊。给那些普通人要给他什么？给他这个奖励，给他梦想，给他愿景。你那猪八戒对吧，代表一个真实的人，长得又丑又好吃懒做还好色，但是你要给他什么啊？你说给我到前面就有好吃的就跟你跑。所以很多能力强的人就很痛苦，说老师为什么他老这样对我，我因为你能力强就得给你上紧箍咒。管你要管你能力强的，管得住就变成一匹好马，管不住就变成一匹野马，这伤害着企业的，是不是这个概念？所以大家记住啊，领导跟你上紧箍咒那是对你好。很多人不明白啊，你看很多能人就很痛苦，哇，老是这样约束我，怎么老不提拔我？那领导在考验你的心智呢，你要有耐心，对吧？你没有耐心，你老较劲，较劲，你领导就把你干掉了。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原理，就任何人都得必须为组织而存在，而组织不会为任何个人而存在。你进来就要适合这个游戏规则，不符合怎么样就把你干掉，这就是组织上的清洗啊！你这个能力再强的人，你离开了组织。